那么前排的话，我们还是放上天空王做一点增伤，以确保我们可以爬得更后面。当然，武装这一位暂时是没有办法做变更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让战斗时间更长，我决定摆上无证骑士，就这样子了。走。那么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每次都就是按确定就好了？为什么？哎，那药仔呢？那药仔怎么没有在队伍里面啊？那不行啊，药仔回来。 药仔，要有药仔嘛，没有药仔怎么玩全超人？走，打这个模式没有药仔，就不要说你玩过一拳超人。走，<笑>六一二，走，往上上楼。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都有药仔啊，那是3月底的时候，狂人因为心脏去做手术嘛。 差点往生了啊！那个时候药仔还看到狂人的痛苦要升天了，后来他到频道帮狂人留言嘛，帮我打气，所以我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。然后当时呢，这个药仔可能是帮我消灭了恶魔，后来又把我抱回了床上，并且在旁边守护着我。哎，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这些讯息呢，我一直都是一直忘掉了。 哎呀！所以啊，我跟你们讲了一下这个前因后果，那么你就知道了。那个在这之前呢，我跟药仔是不认识，他跑来跟我祝贺，所以我是满怀感恩。OK， 那么今天龙犬的攻击力现在到了12万了，当前有什么进步的空间？有。 这个地方这两件装备不行，有没有？它也衣服啊，还有鞋子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衣服跟鞋子哦。哎呀，买不买？当然买呀，直接买就好了。来啊，这一件还可以啦，对吧？我买超快耶，刚刚直接出来我就秒买了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你犹豫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不要说不可能啊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。好了好了。 不废话了，不要废话了，玩游戏不要再讲一些废话，烦死！啰里吧嗦的这个人。<笑>之前有一个观众留言说什么喜欢听我讲一些废话，你不要听了，人人都不爱听，好不好？严重怀疑你就只有你一个人爱听。好了，那么还差一个衣服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衣服，或者是再来一个鞋子，然后走了一个 percent？哎，真的是衣服哎、欸，哇！ 那个音乐开大声一点，好，我没有机会了，我们这个青铜组这一期真的没有机会了，没有办法再生出下一件衣服，就这么一件，今天8分钟、10分钟、20分钟就看这一件衣服，开都不开了，你就看着它就好了，然后要来揭晓答案的。 答案就是我不敢看，我先关起来，我先看别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先把鞋子弄出来，先把鞋子弄出来，鞋子穿过上去。你看哦，刚刚是11万多嘛，对吧？但是这里可以强化一下，等一下你看哦。其实哈。 你比对一下就知道了，哎，刚刚是不是看到那个衣服了？11万9啊！好了好了，看了看了啦，怕什么？男孩，哎哎，哎呀，哎，不要这样子啊！我要玩一拳超人啊！我要打架，哎，他真的是不让我们好好的，哎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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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只不过是一件衣服嘛，哎，叫什么？又来了，你看，我倾家荡产，我都要把这个游戏给玩好，差200钻石，200，哎，预约记录，对啊，我就已经，你真的是都是这样子，不给人家，你看他这个可以，有没有可以动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刚刚他就动，有没有？你事实上你可以预约很多次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预约错了，啊，没有用啊，预约错你的事，他不会管你的，好不好？ 然后有一些事情我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我发现这个游戏的公司的人员呐、啊，真的一直在调度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们看哦，那个图片，先把我们先把这个领一下，活动在，等我几秒，在这边而已，它是一张图片，我现在已经在找了。
啊，不是，是很多张，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嘛，刚刚那个地方，然后这里、这个地方你们看哦，他的美工人员真的换了，这个图片其实做的超丑的，这张可能还好，你再看别张。不是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注重这样小细节的人，你自己看好不好。然后这张更扯，这什么啊，这个不是很好看好不好、啊、还有这个，好好好好好，那个狂人啊，不要说我顾着念啊好不好，狂人也做几张跟他很像的好不好。来，第一张没有关系，今天整部影片都来做图片就好了。第一张，第二张，第三张，来第四张 ，OK， 第五张，好了哈，好走，那我们去 PK， 出发，直接去 PK 啦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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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要拿钻石，走，钻石1200，我们现在不行不行，这个一定要给他拿下来。好，无论怎么样子，这1200衣服一定要给他拿下来。药仔是我们的幸运星，我等一下把药仔的图片给他放出来。现在这边先给他打开来。哇，怎么不给钻石啊？天杀的，这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概率会这样子的？你的雨萌这个名字看起来好像是个美女耶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哇，以前穿的还可以认识女孩。哇，这是人妖，这不是女孩，这绝对是个人妖，过分，太过分，就是，哎，不要这样子乱骂人，我不能这样教坏你们。不能这样教坏你们，帮他点赞，点赞之后就会有钻石。你看，点赞之交，游戏就是要互动嘛。你有没有互动过？是不是？你互动过，钻石不就来了？你给人家讲人妖，你怎么会讲这么难听的话？超级没口德的。哎，我这不够，我要1200钻石才能换那个衣服，哎，怎么办？这里还有吗？对吧？这是50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现在没有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这个6个小时，然后我先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是很多事情，我们很要紧，主线好像不要再，这背景音乐好吵哦，那是我放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没有关系哈、哦，等一下1094，还差100，才差100钻石哎，怎么办？我怎么突然忘记怎么升钻石了？我很多地方都已经拿了、啊。不要在旁边啦、啊！不要靠我这么近啦、啊，烦啦、啊，很烦啊！大家咒邪，你诅咒人啊 ！OK， 那我们去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个是欧洲人哎、欸，他给我们一个金色的，还有一个天空族，这是欧洲人啊！我是欧洲人，我是欧洲人。你们知道欧洲的英文怎么讲吗？要不要我教你们？我现在我要钻石，我要钻石啊！不要再给这些乱七八糟，我要钻石啊！我怎么突然失忆啦、啊？哦，要别人不要变奇遇，自己又变成奇遇。走，这里面就是一个欧洲人，可是要拿100、150。或者是拿一个100也可以，有啦，这有啦，我给你们看哦，什么叫开钻石达人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这次100%命中给你看，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你当我笨蛋啊？你自己看，如果我按到钻石，你要订阅哦；如果没钻石，你就取消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有钻石你要订阅哦，不能骗我哦。我怎么那么衰啊，这么多箱子，这么多钻，我的订阅要没有啦，最后2枚啦。哥是老的啦，自己看好吧，绝杀。
有没有看到？我没有在慌张，没有在乱啊！你不用订阅了，不用订阅，这样就好了，痛快一点。走了，1200了，我只要有好的衣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订什么订不订阅，那没有意思，真的没有意思。今天没有意思吗？你要订阅，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拜托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么多钻石，我们已经破产了，好不好？恭喜恭喜 ，percent 三，哎，等一下，等，暂停暂停，药材的照片。药仔，药仔，没有问题吧？这没问题吧？这东西你帮我看清楚哦，你不能出错啊，药仔。你地底王，我不知道是欧洲还是非洲，好不好？靠你喽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好了好了，来开奖喽！我们先看下面，等一下，等，这样子开奖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哈、哦，因为 要刺激一点，这个要调一下角度，好笑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生命没有关系啊，上面是不是攻击 percent 就好了？我们从尾巴开始看啊。要仔没有问题吧？你以后你没有东西，我也以后我不放你照片喽，我要放别人的喽，是不是 percent？ 好像不是，哇，这好像是生命 percent 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要仔你是顶装啊，只是这个不是攻击 percent， 但是你的要仔是顶装啊。我爱药仔，药仔是一个顶装哎，怎么药仔给我们这么好运啊？他是我们的 lucky 之星，没关系，本频道以后1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绝对送一个超级大礼给药仔，说到做到，好不好？今天过后什么都不知道，哎呀，你送我这么豪华的，我当然是给你穿啊，废话。你为你自己开装备就好了吧，对不对？你这都是药仔的啊，药仔你喜欢生命没关系，这都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说我虐待你啊！青铜组首次，就是首次，我从来没有提升过一个角色生命值什么的，给他升星没有，就是因为你是药仔，就必须要强，必须要扛，必须要强。是吧，强化起来，然后这个光剑别的我们不敢讲，药仔就是要顶天高配，顶到外太空都要高配起来。哎，好了，没什么好爱呀、啊、看到药仔怎么会爱，当然会爱，因为我突然想到他订阅已经19万了啊，为什么我才4万没有关系，我让他的，我真的是让他的，好不好？我根本现在不想谈这个事情，只想好好玩游戏。好，今天药仔还是再上来了，然后72万，我们这274名，还是要往前哦。昨天这个我们有印象，没有拆下来，今天先拆下来。昨天没拆是因为他最后守住了，但是今天不一定哦。好，真的不一定，昨天是昨天嘛。哇，药仔的速度太慢了。哇，732万，狂人这一次有了，哎，这次有了，比昨天还强。不过他这边做了一个格挡，但我们还是暴击了。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残血，天空王这一次过去，黑光还是过去。完了之后，再一下，之后还有改造杰诺斯。完了之后，等一下还会再爆一下，再这个追击。这一场战斗要有赛果了吧？龙爵还有一下，本场战斗狂人，这次有了啦，剩下一口气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哇，不是。哎呀，还好，获胜了，走。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场呢，攻击好像比昨天高一点点。这边有一个周什么骑的，是大熊眼，哇，狗狗侠旧版的不打，128万，又是龙卷不要打了，我们打这个好了，140万，还是龙卷啊。这里也有一个药仔，440万，那我们先打这个好了。我看看哪一个才是正版的，我们左边的话也有一个药仔嘛，是吧？刚给他穿了一些生命装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像这一次呢，你打的是虚谱核心啊，这基本上没得搞啊！哇，全军覆没，哎，真的没得搞，虚谱。哎，这龙犬还是有点脆皮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打这个
哦，都是龙卷，我们先往前，然后72万，它是140，比我们高一倍，有没有看到？是吧？战力虽然没有它高，但是速度比它快，而且还有专属武器，所以啊，这个对手也守不住啦，没有办法守住。我们打700多嘛，他如果没专武的话，也有可能是700多。我们有专武，我们加了1/2有吧，对吧？所以他可能打700万好了，但是他没有武器，那我们是攻击力没那么高，因为我们战力比他低嘛。好吧，那今天就打到一字头好了。这个呢，全部都是龙卷啊，这个速度太快，没有办法打。我们打这个，打一样是龙卷的，走。这一场完就到了100多名了，然后我们这次速度还是比他快，超快。看有没有机会一击必杀喽！680万，你看，他就算撑住也没有办法，是吧？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次，还有一道攻击，所以啊，基本上速度快优势太高了。你要再加入这个手游的话，都一直是这样子。你无论什么时候加入，你速度最快，你弄一个全屏的角色，人家就受不了了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这个打完了，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打到了17关，对吧？然后5分钟后我回来，打到18关的尾巴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龙卷打主线关卡的表现。好，等一下见喽。Shaking, shaking.